来散吧。今天的散吧呢，我们跳的有basic movement， Purana Samba Walk， Sai Samba Walk， 还有 Go Down Go Go。接下来我们跳的是 Wish， 还有 Traveling Vocals， 希望你们喜欢。嗨，大家好，我们今天来一起散吧。散吧的音乐呢是四分音符，当一拍，每个小节呢有两拍，通常呢它的重拍会在双数，所以 one a two two 都是重拍。那因为有很多很多有十一种音乐的算法，所以呢就产生音乐的长短不同。那今天我们介绍的步子大部分都是四分之三拍，然后四分之一拍，接下来是一拍 one a two three a four 的算法。首先呢，我希望大家先练习散法的 bounce。散法的 bounce 呢，是来自于你的膝盖的弯跟直，还有你骨盘的关系，还有你的脚踝的力量，把它串在一起，会形成 bounce。那在这跳 bounce 的时候呢，我希望呢大家会先从你的骨盘肚子先练习，然后做完以后我们要颠才颠，好，千万不要是弯然后就直接颠了，然后弯直接颠了，那你的动作就会停顿。那 bounce 呢，我通常会分成两个方面，如果你这个步子呢会移动的时候呢，我的 bounce 就会膝盖从弯到直以后先移动了脊椎骨，移动脊椎骨以后才出脚才颠。但如果呢我这个 bounce 呢我的身体是没有移动的时候，好，我的颠从弯直，我才会在原地颠。再讲解一次，假如我的身体要移动往前或往后的时候呢，我从弯到直的时候我不直接颠，我先移动我的脊椎骨以后我才颠。那如果呢我的 bounce 在原地的时候呢，我就伸直先颠完才颠。先移动我的脊椎骨，先往前，好，肩掌跟好，这样做完左脚，左脚先颠起来，这 up 去 and on， 好，接下来我要做后退，好，先移动脊椎骨，接下来颠了前脚，然后这个脚呢，右脚在原地伸直，好，颠起来，我们做 up four。好 ，reverse basic movement， 好，移动脊椎 ，one and up two and， 移动脊椎 ，one and up two and，reverse basic， 我们从侧面做给大家看看，
关于脊椎骨的移动。好，重心在右脚上。好，先移动我的脊椎骨，移动，从脚跟中间到脚掌移动。好，前脚做肩掌跟，好，把你的棒子做完成，做左脚尖 arch， 好，膝盖弯到直，好，移动脊椎骨往后，肩掌跟，好，左脚掌到肩，右脚先踮，伸起来 arch。刚才我们介绍 reverse basic，reverse basic 就是左脚往前，那右脚往前的呢，我们就叫做 natural basic movement。好，我们一样哦，移动脊椎往前 ，go one and up two。好，移动脊椎往后 ，three and up four。好，我们现在介绍 natural basic。好，看侧面哦，移动我的脊椎骨，重心从脚跟中间脚掌一个边 ，one and up two。好，移动脊椎骨从脚掌中间到脚跟，好，下来颠 ，three and， 好，伸直颠 ，up four。Reverse basic 呢，我们可以都不转，所以是正面的啊，或者是转到一个 basic movement， 我们转了 one two three four， 转了四分之一，两种都可以。那如果我们这样转度的呢，我们就一次好前面哦，你就转八分之一 one two。好，接下来 three four 的移动脊椎 three。A four， 我们就转四分之一，两次八分之一就转四分之一。最多也是转四分之一，所以我们半小节也是 one or two 转了八分之一， three or four 转八分之一。好，开始移动脊椎， go one and a two， 移动脊椎 three and a four， 就完成了转度。Samba roll 跟 side Samba roll， 我们先做男生的位置。好，重心在右脚。好，一样移动脊椎骨，从脚跟中间脚掌往前移动。One and， 好，伸直脚，后脚呢，我们做 inside edge of toe。好，前脚 straight 平足，滑大概八公分。Two and， 好，这时候呢，骨盆要归正，回正。完成一个 Permanent Samba Walk， 接下来我们做 Permanent Side Samba Walk， 身体一样，脊椎骨往前 ，One and， 好，伸直脚，左脚去旁边，我们一样做 Inside Edge of Toe， 好，那这个时候臀部要过去咯，然后把前脚滑一下，滑大约八公分，把膝盖弯放松，然后回来的时候臀部回到中间，完成一个 Side Samba Walk。好，现在我们做女生的 Permanent Samba Walk 跟 Side Samba Walk 一样，移动脊椎骨往前。好，我们的 foot walk 是 ball flat。好，伸直脚，后
后脚是 inside edge of toe， 好，屁股去哦，然后前脚滑八公分一样的，好，膝盖放松，归正回来。接下来我们做三八五，移动脊椎。好，其实移动第一步的 four step 呢，叫骨盘是往前的。好，第二步 inside edge of toe 的时候，屁股去旁边。好，这个脚滑八公分。好，我们的 foot wall 是 flat。好，膝盖弯。好，再卷回来。好，我们现在来做 Bondan Fogo。 好，第一次呢，如果从正面开始的话，我就会向左边或你的右边转八分之一，找到这个斜角度。好，我们做 Four Step。 好，接下来另外一只脚我们做 Pointing， 点住，然后它的 Foot Wall 是 Inside Edge of Toe， 左脚呢在这个地方呢，好 ，two high 的时候 ，up two 的时候，我们转了四分之一，所以从这个斜角会转到这个斜角。好，去，好，完成你的 Bondan Fogo。好，另一边我们再来一次，移动脊椎 four step。好 ，pointing inside your toe。好 ，in trace， both feet， 完成一个 Bondan Fogo。好，如果呢，你开始呢，就是。我们做斜墙壁，如果一开始就斜墙壁，我第一个步就可以不用转。好，往前移动，我们做 forward step。 好，接下来我们做 pointing。 好，如果有时间的同学呢，可以把身体跟臀部错开，左脚 in place， arch。 好，完成一个步子，另外一边一样，转了四分之一 forward step。 好， pointing。 好，这个脚在原地哦， in place， three and four。好，现在我们来做 whisk。 好，一样，我们现在先在 double cross 的位置，两个脚是外八，我们做一个 bounce， 膝盖弯到直，移动脊椎骨，对我来讲左脚呢像 swivel 一样，是你错开这个 running action， 膝盖弯到直。接下来如果你转骨盘手，颈部中间，好，后脚在 toe， 右脚在 in place， 膝盖弯到直，再一次 turn out。好，膝盖弯到直，经过中间，左脚颠的时候，后脚在最高的侧，膝盖弯到直。好，左脚呢 in place。 好，我们现在做是快的，来走，个 one and arch， three and up four， 再一次 one and arch， three and up four。错开身体 ，one and up one and， 一直重复。好，我们再一次 traveling volta 向左边，我们做 one and up one and up one and up one and。好，现在我们做 traveling volta 向右边移动，做膝盖弯，一样伸直，错开身体，两个脚要外八 ，turn out。好，那这左脚垫最高，是右脚回到脚尖，就 turn one and
伸直 up one and up one and 好 traveling pota 向右边移动这膝盖弯到直 one and up one and lat cross 膝盖伸直 one and up one